跟他讲说：“妈妈，我爱你吗？”哎，有没有？我有哎。是，他已经妈妈有跟你讲了吗？有吗？讲什么？我才是你亲生的。好了，够紧张了，不开这个玩笑，不开这个玩笑。有跟妈妈说，妈妈我爱你吗？因为妈妈很辛苦哎。有哈。那你要不然你现在跟她说，趁这个机会，妈妈我爱你。啊。大声一点，大声！妈妈，我爱你。今天带来这个是舞蹈 ，Twice 的歌，他的偶像，你喜欢的偶像是 Twice， 加油，加油 ！Twice 的歌啊，来带来拉拉萌萌，偶像战帖。萌萌，你最近有想要干嘛吗？我想要跟同学组女团，你在演艺圈有没有推荐的姐姐让我参考？女团啊，我知道啊，城市少女很红呢。你知道吗？当时啊，城市少女是我们30年前的。尽情挥霍自己，哇！讲一些比较跟得上流行的啊，跟得上流行啊，那 SOS 知道吧？徐熙媛跟徐熙娣。怎么样？这首歌出来的时候，我可能都还没出生呢。哦。哎呦，所以要再流行一点的吗？我跟你说，接下来这个一定很厉害，因为当时啊，喜欢他们的男生可以从旧中路排队排到台北火车站哦，就是黑社会妹妹啊。你傻傻还不懂，我数一二三，木头人，再不行动就要被扣分，我一直在等着，恋爱轰轰烈烈的发生。怎么样，很厉害吧？你讲了这么多，我还是最喜欢 Twice。Twice， 我知道那个韩国女子团体，那个 TT TT， 对不对？那么黑，那么黑。哎呦，你不要跟同学组女团，你跟妈妈啦，妈妈是少女啊，好不好？你跟妈妈一起组女团呢、啊，走啦，走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哎呦相信我就一定偷懂。哎呦，好。Hey.
哎呦，谢谢，感动感动，哎呦，亲爱亲爱的，跳得很好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看这段表演，看到眼眶泛泪，哎，真的感动了，所以这很心里面很感动，而且发觉他是喜欢的。他喜欢吗？对，而且他自己都会唱，他从头到尾都在唱，不会唱。妈妈还没有，他整首歌都会唱，对，他很投入哎，对，很喜欢唱歌跳，他很喜欢，哦，整首都会，对呀对呀。还是因为小郭老师给你压力太大了，慢慢给他机会，搞不好未来会更厉害，好吧？好，加油，小朋友要哈 ，OK， 好好，哎，到底喜不喜欢他们这样的一个表演呢？三二一，举牌。哦，哎，太厉害了。班杰的希望破灭。看到龙珠比龙还大了。